挺荣幸，得到了汪冰冰支持我，然后开店。一、二、三。哦，好吧。其实我现在还在巡回演唱会，然后跟着又忙就是跟刘德华拍的戏，然后又忙就是广东的专辑，这样。对我来说，我觉得两个人的关系要好，这个比婚姻更重要。我自己了，我没有想过要结婚到这个阶段，所以基本上没有想这个问题。对，可能今天会吃乱吃一通，然后。可能去买点书吧。就是准备特别想吃什么？什么都想吃，麻辣锅，然后要买一些太阳饼这样。